大三北院的创办人庄凯勇，也是政大气管系97级的校友。那这次非常荣幸有机会去获得这样子的杰出校友的肯定，是非常非常荣幸的。因为我们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，那有机会获得这样子的支持跟殊荣，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感到荣耀。那我们在气管系学到了非常多的理论架构，培养我们很好的逻辑思考能力。那也在创意学程里面学习怎么做一个温暖、柔软的一个实践者。那也在 ETP 学程让我去学到了国际观跟更大的一个跟世界接轨的能力。所以其实在政大是真的让我变成一个非常完整、有理性、有感性，然后也非常喜欢政大的所有的一切，老师也好、同学也好、然后环境也好。那衷心的希望政大可以越来越好，那也再次感谢，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。